我们先吃面好了，是请哪位？好，我们请副市长的下面。哦，用词太优美了，既优美又幽默。来，稍等一下，工作人员都准备。如果没筷子就用手了，用手啊。助人，没有筷子，没有，我们有这一点，我们有这一点。那个通常一碗一盘意大利面都要100多块哦，这个成本应该非常亲民，对。对一般的小家庭来说，其实是非常的实惠的，而且就是餐就吃饱了。因为他那个一片酱汁可以做好多面。对，没错。大家都会，这个口味怎么样？好吃吗？看好不错，来看我。如果口味需要重一点的话，就是酱再多一点。这个会辣吗？这个会辣，不会辣，不会辣。这个是微辣，微辣，对，它是辣味的。加一点酱，对，现在再多一点啊，再加多一点。哦，这个滋味比住在台北市还幸福。应该说是今天做的出来，这样想很尴尬。未来煮面更棒，没有表示我们的副市长不管做什么都非常的优秀。那接下来面貌当然是你老婆啊，来，我们是欢迎一下我们的夫人，你们吃，可以吗？可以吗？妈妈先吃，看会不会辣？你要吃酱多一点。是。双葱酱应该是没有的，香的。是应该要再升个底牌的啊！要不要加一点？要不要？要鼓励，加一点吧。因为我们现在都少子化，所以要鼓励大家多炒饭。对，不然好吃吗？啊，炒饭好不好吃？这个好不好？小朋友呢？思考好不好吃？好吃吗？好吃，还是不会到的，跟大家讲。甜甜的哦，甜甜的，所以算是南部口味，对，它是南部口味了。南部口味我也吃一口看看，不一样。好吃 ，OK 吗？甜甜的，对。那有幸福的感觉，幸福美满。那最后我们先谢谢夫人，谢谢夫人，还有小朋友先坐坐。然后我们的餐点先放旁边的桌子好了，我们要最后拍个大合照。好，我们就那个平面大哥这次在，大家可以往前一点没问题，辛苦大家了，谢谢。好，我们看一下我们的平面大哥。各位进来，各位进来，好，我开一下。来，我们看一下出现。这边啊，我们正中间再看一下，来最上方的也看一下。好，这边 ，OK， 好，这里，不要挡到你，对，你会挡到你，对 ，OK， 好，谢谢，谢谢 ，OK 吗？谢谢，谢谢，再次谢谢我们的副市长，谢谢我们的议员，还有我们的林董事长，还有我们的店长，谢谢，还有董事长乐团，谢谢。白衬衫的看一下，给他视线。大哥，对不起，我给我一下。对不起，哎，好，好，来，好，稍等一下，我们再，好，来，大哥，再读一下，来，三、二，好，好，谢谢，谢谢，三、二，好，白衬衫的事情读一下，谢谢，嗯 ，OK， 谢谢。